宝岛手偷偷单元，我们继续在台南，来到了电影《吴米勒》的拍摄地点台南后壁，学学后壁的手语笔法。后壁可以比后加上砖块叠起来表示墙壁，另一种后壁的笔法是后用平面表示墙壁，后壁后壁。刚刚看到后壁，北部的朋友比较会想到的是后再加上墙壁的笔法，但是实地访问当地的龙朋友之后，我们也看到了后加上砖块叠起来的这个笔法，统统学起来会让您的手语更在地哦。